第二十二计，关门捉贼。原点：小敌困之，波不利有攸往。暗语：捉贼而必关门者，非恐其易也，恐其易而为他人所得也。且易者不可复追，恐其诱也。贼者骑兵也，游兵也，所以劳我者也。吾子曰：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，千人追之，莫不消视狼顾。何者？恐其暴起而害己也。是以一人头命足惧千夫。追贼者，贼有脱逃之机，势必死斗。若断其退路，则成擒矣。故小敌必困之，不能则放之可也。